大家好，我们是 The Lighters 莱特姐弟，我是姐姐 Catherine， 我是弟弟 James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最想去的国家，而且还没去过的，大概就是希腊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很浪漫啊，蓝白风，很适合我。而我最想要去的地方是冰岛，因为我想要去看北极光。对，耶、yeah。